那个大叔哈，每天最幸福的时刻就是下班哦，来店里陪老板娘的时候哈，期待的就是什么？你知道？什么？吃饭。好像很可怜的样子。不是啊，很幸福啊，哪叫很可怜？然后这个还是要讲一下哈，这是我跟老板娘哦讨的一个什么店？对啊，我要很久他才买给我一个便当盒。那我跟他讲说，你先在家里试煮，成功的时候我就可以带去上班了，好、哦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这边开始。我发现现在的科技、哦、真的越来越厉害了。你看、哦、我们以前的便当盒可不可以？可以干嘛？这、就是一个可以蒸，蒸哦。对啊，蒸。蒸的便当盒真的是蒸的哦。我们以前带便当盒去，比如说去上班啊，是不是还要用蒸锅去蒸？对啊。或者是要用那个大同电锅去蒸，但是这个不用，它本身只要插电就可以了。它的电是插在哪里？100亿的。它、啊、瓦数是多少？我不知道，因为用家里的不晓得。哦 ，OK。先跟各位讲哦，这个是我想带去上班的时候用的。哦，它每一个是这样哦。哦哇！哦，有啦。这个。饭也太漂亮了吧！然后呢？然后要蒸多久？好像是40分钟，因为他刚才跳起来小小。哦，他会自己跳就对了。哦，不过这个蒸出来的色泽，这个就……啊，不然就是啊，蒸吧就是。蒸就是这样子。对啊，我还有弄了点油。哦。哇！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，还可以蒸汤呢。这个其实是汤锅。哦。啊，水要用多少？水哦。嗯。就这个啊，放在这个下面。那重点，我带去，我如果带去的时候，我这个整个不能放冰箱吧？整个不行，因为它有电。不用这个啊。哦，只是把这个拿来冰箱就好了。那每一个都有自己的盖子。哦，了解了解，我们来吃看看。哇，这个米饭看起来，不过饭有点多啊。那你可以吃一半。对啊，下次饭不要煮这么多。你这样子煮多少？因为他附那个小杯子啊，就像小小的。我一杯。煮三小杯。那我只要一杯就好了，对不对？看你吧。就是我们正常的几杯米。感觉是我们家的一杯米啊。哦，就正常的一杯米而已、哦。对啊。但是我觉得我半杯米就好。不是啊，他那个小桶子，因为我不知道，我就试煮。我先来吃其他的看看。来，麻烦了。饭，先吃一口饭看看啦、啊。有熟有熟有熟，已经有熟，它就是一个，嗯、它算一个电锅啊。嗯，有熟，我看你没有熟，排骨呢？这粉买来就这样，是你弄的？你弄的、哦？粉蒸排骨吗？嗯。还有南瓜。嗯，好、哦、放这边。不过我觉得少了一个东西，软骨。如果软骨更好、嗯，如果你等一下我知道，你就付我500块是啊、哦。嗯。还有南瓜，南瓜好。那你我如果带去公司，我是不是就这样蒸一蒸就好了？是啊。嗯。哦，那我可以加那个呢？那个什么？纳豆啊。对啊。直接白饭纳豆就可以吃了哦。嗯，好，成功成功。你看，这边就是一个插头，110的，有没有？像这样子。